by my window. The autumn leaves of red and gold. I see your lips, the summer kisses, the sunburn haze I used to hold. Since you went away,立秋这样他还会走点 walking， 然后这个不是弄到立秋去，等一下，好戏才放在后面的。刚刚讲的是什么？那个也找不到那个 Tiffany 在哪里？哦 ，Tiffany， 你看我一说 Tiffany 对不对？说这个刚刚那个 James 对不对？ James 能够练到，他是用 stride 嘛，左手用 stride， 对，左手 stride 是万能的嘛，对。比如说先不要走 walking 的，先练 low down。 The falling leaves drift by my window， 有没有？先你现在因为 stride 已经会了嘛，对。The falling leaves drift by my window，对 ，stride 你已经会了，那你再把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最近教这个，用这个比较难一点，就是 the falling leaves drift by my window， 那这个更难了、啊。我的意思说，你就是先找一个嘛，找一个那个像 low down， 然后那你假如说走 walking。The falling leaves drift by my window。你知道什么？我会什么？我会。哦，对呀、啊，我一说，你可以，
你就是你就用 low down 嘛，换一个 stride。你刚刚 stride 你哦，你是像这次要练 stride 对不对？对啊，你可以走 walking 也可以啊 ，low down 也可以啊，练习一下 low down 当然是绝对，因为 stride 之后的话就是 low down 弄一弄这样的。我好像也有看过你弹过嘛，然后你就是，那你 solo 时候。这个来练呢、啊，很好，把每一种拍子练一练呢、啊。然后还要看一下这个，对，你要练这个几种，就是我不是讲过吗？你这一辈子啊，你会七种节奏就很了不起了，七种，这样练一练，这样一边唱一边，然后间奏的时候用一下子这样。好了，再看一下 Claire 好了 ，Claire。但是因为你在转的时候还不够熟练，对不对？发是对的，可是你到收的时候呢，收的时候呢，我看你刚刚就弹这个收抖，收是 re， 唯一的这边你可能你在唱自弹自唱可能没办法注意到这些，那稍微注意一下，这样你懂不懂？就是咚吧吧嘣吧嘣，我收。有没有说是这个样子？那我看你说，可能是你就是因为你自弹自唱嘛，可能没注意到，后来
后来的话就是还就是你自己说的时候呢还对着这样子，你反正注意一下就对着呢，你再看一遍。我现在有把 F 转过转子了，然后收转成这样。对对对，不是只有这样这样。这样okay. 你在前面唱的时候会弄错了。接力把的咚啊咚啊咚啊，如果副歌对他对副发抖瑞手，那我其实我看我左手其实我熟了以后我根本头脑对不对，我也不是什么一直原则上左手的话你只要这一直发动的咚咚啊咚咚啊咚啊咚啊发 re， 你看咚你要 re 的时候最近嘛，你只要是这个出发动嘣啊嘣啊嘣啊都到发是最近的，就原则上都是最近的，就是咚啊咚啊咚啊发，你看发对不对，发到 re 的时候呢看到没有，最近的是在这边呢，进到嗦，然后你如果从这边开始随便你发都已经在这边了， Re 嗦，懂吗，你要反正要弹这个东西啊，你就一直每天就这样动，就是大和弦弹一遍小和弦弹一遍这样下去，你自然就会找到最近的距离呢，这个是你一定要这样练就对了。什么 G 大调是好， G 大调也是一样啊， G 嘛发抖 re 手，那通常基本上呢这个东西的话你一般小指上去对不对，你就不要你就碰到这个你就上来这样好弹，因为这个东西上去的时候小指不太好弹，除非 solo 的时候我通常都摆这边，那你弹和弦就这样的，我比较少和弦弹这样去，我看到这个我觉得你看假如说 G 调的发抖 re，通常我碰到这个啊我就通常我就回到这个来了，你看发抖 re 嗦，但是原则上左手一定要弹对哦，左手那个我看你刚刚因为弹 G 调的时候对不对，发你常常会嗦的和弦你会弹到这边去的，是不对的，发会弹到这边，就表示还不够熟练就对了，这样的。那你看，你再看一遍，这样，假如说发这样的，哆、瑞、嗦、
刚刚是从二指琴发动嘛，对不对？如果一指琴发动，发哆瑞嗦，就是有时候就是你根本连大脑都不要，直觉就看到这个就直觉反应就对了。好了，再看一下立秋，好，还有很多精彩的还没看呢，对。你想想看。